欢迎收看《银河主打星》，大家好，我是严爵，今天要来跟大家聊聊《李唐娜》这首歌曲的故事。《李唐娜》是我十一岁的时候就听到的一首经典爵士歌曲，叫 Donna Lee。那我第一次听到，我就觉得这首歌实在太酷了。我那时候还在小学，然后有一个爵士乐团来我们学校表演，我就听到。然后后来我在这个长大的过程中，我问我所有音乐老师，就是 Donna Lee 这个女孩子到底是谁？那我所有老师都不清楚。那我后来觉得蛮有趣的，因为 Lee 是我们亚洲人的李那个姓，那我就觉得我来自己讲一个李唐娜的故事好了。所以我在这张专辑我就写了一首歌叫李唐娜，然后用相声结合流行音乐，然后讲了李唐娜的一生。